你孤身一人，就像那小王子生在 H 六幺二星星，但你和他却有很大的差距，差距就在于你没有他身边的玫瑰。你拥有一切，世界为你而存在，日复一日，仿佛活着像个过往。但你可曾想过，这游戏里没有玩家，没有居民的王国，这还叫什么国？你生活在这一个你触碰不到的世界里，你掩盖住了原来的你自己。这还叫什么国？